名师高徒特别节目，师徒对对碰，爆笑来袭。两大男神各自带队，率领众学员上演一场花样二人转游戏大比拼。你像你的大大方方，他还胆子胆。遇见老年队的藤堂枪，一定让他泪汪汪。谁是大黑黑马？关键词日语。这一日放粮一地，三只鞭子上两个字，秦香莲。对了，秦锦梅。谁又是游戏黑洞？残障没有词儿，没有残障的词儿。拜拜。到现在为止还没听着他唱呢，对吧？就下去了。名师高徒特别节目，师徒对对碰，让您碰掉啊不，笑掉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师高徒特别节目，师徒对对碰。师徒对对碰是全国首档二人转娱乐竞技类节目，由名师高徒当中的名师担任队长，由优秀学生担任队员，经过多轮的比拼之后，最终决出胜负。那胜出的队伍呢，将会拥有一项神秘的权利，而失败的队伍将惨遭惩罚呀。那样的惩罚，我的天哪，想想我都不寒而栗。啊，究竟哪两支队伍会参与这一次的比拼？谁又能够胜出？谁将接受惩罚呢？来吧，首先让我们有请由童长江老师所率领的江歌队闪亮登场。掌声有请光老师所率领的旺旺战队闪亮登场。走。哎呀，他们啊。
的呢，你像你的大大方方，他还胆在哪？哎呀，我们没有这个，行行行，这个主要看眼神儿，哎呀，大眼睛吗？精髓在眼神儿，对不对？对，他们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睛，啪啪啪啪的，这个用眼睛去说话，是不是？舒涵呢？这个。刚才你队员啊，就因为眼神不好都整蒙圈了，差点没撞着对，太激动了，主要是不是？我们在后面清楚地看见他一步就一步就站在你的后面去。不是，他好像在后边串场了。还是按照惯例，队长带着队员逐个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吧，我们江哥队，先从队长开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不好？来，江哥。好。我是江哥队的队长佟长江。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王金星，也是江哥战队中唯一能比我们导师江哥帅的一位男生。你看你队长的眼神。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我叫刘伟新，也是佟长江老师战队的，我回来啦。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霍舒涵，我也是我们江哥战队的副队长。怎么是副队长呢？这个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高小宝，我是江哥战队的一名队员。好，方哥带着队员逐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旺旺战队的郭旺，旺旺战队我最强，万心冬青撕咬董国王。遇见老年队的佟长江，一定让他泪汪汪。让我泪汪汪。思瑶，思瑶来。我的名叫董思瑶，我往对面瞧一瞧。那儿，跟着啊！劝你们回家快睡觉。睡觉去吧。输了别流鼻涕泡。哎，放屁，啥也不是。前两位可都是四句四句这么咔咔整，来来，国王到你了，张嘴就来，带节奏的，对对碰，你碰到了我，你绝对没啥好结果。我的名字叫董国防，英俊潇洒帅，小国好。哎呀，一句没搁辙上，来继续继续。对对碰，我们一定赢。我的名字叫王宗泽。哎呀！这个老妹儿，姐教你来，你整的不对。来，你俩把这些凑合来。咋说的？对对碰，我们一定赢。我的名字叫，你得这样，王宗泽。哎呀！哎，好像确实他这个节奏感比较强哈。不是，跟谁俩比腿长呢？他站着和坐着一样。咱听的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来。还有我呢啊，对对碰你来比拼，我的名字叫万心，江哥战队你们当点心啊，我要比你赛来我可不认亲呐。好，瞅着，看我们这队的口号，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呢，咱们一起喊了。来，阳光阳光干掉长江，耶！刚才看得出来这个两队啊火药味非常浓，尽管你们此时此刻气势好像是那么啊有点那么一点点优势，但是一会儿比赛起来之后也不见得他们就能让着你们，所以说两支队伍这个时候接下来每一环节的比拼都非常的重要。来吧，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一环节，戏词对对碰。戏词对对碰游戏规则，两队全员参与游戏，队员根据主持人说出的某个关键词或者某一主题，演唱出含有这一关键词或主题的二人转，两队轮流进行答题接龙，每队答题时间5秒钟，5秒内没有作答或回答错误的此局结束。此环节共计4轮比赛，获胜队伍记1分。来吧，注意听，我们第一局的关键词是年月日的日子，日这一日天高云淡呐、啊。哎，
溜达来了。日落西山呐，白露天呐，哎哎哎哎呀！哎呀妈！这一日放粮一并回朝转呐、啊。目前黄队还欠一个啊。这一日张云长啊，待家待不住啊。高山拜师把书念，今日我放假回家了。够了够了够了，蓝桥，快快快快！那一日神母的侄儿搜长生来仙儿啊，今日我放假回家园呐。哎，刚唱了，快唱了。我放假回家园呐，重复了，重复了，重复。行，这算是重复节呢。咱这戏不多吗？唱，不唱就来个几句。单指间，这咋唱的那？哎，好，你等一等一会儿，你唱。三，那个。咱的戏不多吗？我宣布啊，第一局江哥战队暂时领先。这不是最后的胜利，你们着什么急庆祝？气势，气势，气势，对，气势。来啊，第二道题。第二个关键词你们猜是什么？我猜呀，都猜不着是吧？来，这个关键词就是眼泪的泪。泪泪泪泪珠儿点，泪珠儿点点这滴滴呀，湿透了纸张啊，一串泪珠滴入盏，缓缓举杯呀，到唇边。哦，李金莲多做方丈，多来人间呐。好，好，好，是大哥啊，该说不说。太后心如刀绞，两眼泪滔滔啊！一句话只说的小罗成泪如雨下呀。完了，来，不是你啊，要含着热泪。错了。师娘啥来着？就是娘连成什么宝贝入软落下伤心泪着那个。来，五，咱这泪不有的是吗？咱的戏不多吗？宫含泪银牙咬，咋的？唱，唱吗？好，含泪银牙咬了。来，你把它唱出来。开，我白就跟你说了，你给唱。这是二段，啥词啊？编呐，编的，还得编的。天照闻听我儿三人受苦，这歌儿都不由得耳目落泪。哎呀，失了一山呐、啊！能不能完事儿了？好，哎，刘子，官爷双膝跪倒，落下伤心的泪。没有那词儿，没有那词儿，没有。他们刚才唱那个就没有。
就是娘子没有男孩。上大皇上皇上这样好地盘呐。哎呦我去，怎么的？没有这词儿，没有，没有这词儿，没有这词儿。咋没这词儿？我就这么唱的，我师傅就这么教的。娘在几位上书。哎，对。来对付你，坐在坟头抹眼泪，拍手打岗放悲伤啊！五、四、三，先上去，先上去，不是，我这一、一、第二小局依然是江哥所率领的江哥队获胜。目前江哥队在这一轮已经进入赛点，如果下一轮江哥队再赢了的话，这一轮的比赛就不用继续了，因为他们已经三局胜出。加油加油加油！所以说我们的旺哥所率领的旺旺战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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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不是一个关键词了，是一个主题，就你只要唱的这词里面有这个主题就可以了，这个主题就是颜色。红月娥在方舟出呀出了歌，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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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对，蓝天空中外，蓝天以上挂灯笼，灯笼以上写大字，朗朗大字写地清，看的都是认得了，那本是我的六哥率领兵蓝色。六花满卡打英英身为小红娘，我们都是红色。三个金字大西厢，金金是色吗？金色。白纱飘白绸，黑妹白纱更有讲究啊！对，哎呦我去！上穿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山东头上的青丝发髻，横的别镀金簪，黑啊，头发是黑色，还有青色。啊，蓝只见彩呀染红啊！好，好，好！五、四，西方滚滚呐，落残阳，残阳是什么色吗？不是残阳色，残阳色，残阳色，残阳什么色？叫这叫隐藏，知道吗？来来来，哎呀，这叫隐藏，不能唱出来，这叫隐藏。五、四、快快，来，三、二、一，哎呀，我输来了，输了，笑什么了呀？那个。由于刚才旺哥所率领的旺旺战队就差那么一两秒钟才想起来正确答案，很遗憾这一小局你们又失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恭喜江哥战队在第一环节3-0胜出，积一分。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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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这只是初试牛刀。好了，那这一环节的比拼结束之后，我们至少看出来一个事儿哈，江哥战队队长佟长江好像会唱的真是苦。是不是根本就没张嘴？对对对，反正你总结得很到位。我就实话实说啊，江哥，我这人哎呀嘴快，算了，不是，不能这么说，我们会的都是佟老师教的。教不教反正他没上来。好了，我的组织能力很强的。那今天呢，两队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要给到大家，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宁星、刘伟新上场。名师高徒特别节目，师徒对对碰，爆笑来袭。
样大男神各自带队，率领众学员上演一场花样二人转游戏大比拼。你像你的大大方方，他还胆胆遇见老年队的藤堂枪，一定让他泪汪汪。谁是阿皮黑马？关键词日语。这一日放粮一定三只天咋唱的？等一等，秦香莲。对呀，秦锦梅。谁又是游戏黑洞？残障没有词儿，没有残障的词儿。拜拜。到现在为止还没听到他唱的，对吧？就下去了。名师高徒特别节目，师徒对对碰，让您碰掉啊不，笑掉啊。西方滚滚，落太阳啊，表一表驸马。一场仗，直路的死的死来，伤的伤啊，大哥替了宋王死，二哥替了赵德芳，我的三哥马惨如泥烂，我的四哥压粮运草没还乡啊，我五个五台身上落了发，我六个镇守寨，三哥儿伤啊，我的七哥死在了那潘仁美的手，只剩下沙里邓进，我是杨八郎啊。伸手起来花愁更啊，再表表公主你花容啊，公主我正在银罗儿宝殿坐，我忽然想起来一件大事情，听说是驸马爷南朝要去探母，我何不准备御酒给他去进行，航行正走来得快，大丈夫云面前迎，手拍门板啪啪响，叫一声驸马爷你快点儿开门房啊。八郎正在大帐坐，忽听有人叩门风，我这嗓嗨了门双扇，原来我妻这位女花容，外面风高难讲话，我们一到屋内把话明啊，一前一后把屋进驸马带孝，把话明，我这有心南朝去探母，不知你放我几日工啊，我叫你鼓打三更去探母，你鼓打五更就回应，鼓打五更要不回转，两儿差间要去游营啊。八郎闻听心不悦，叫声公主你是听，这哪里叫我回家的去探母，分明害我命残生，眼望南朝落下伤心泪，养儿亲妈叫了好几声，人家养儿为的是防备老，您老养儿落了一场空，磕巴着一个头未尽孝，磕巴两个头未尽忠啊，一连磕了头三个，他们也有孝来也有忠，八郎拔剑要自刎，公主上前我保剑请。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戏精对对碰。戏精对对碰游戏规则，两队各派出两名队员参与游戏，一名队员负责根据题板上的题目完成对指定词语的肢体表达，另一名队员负责猜词，每队限时两分钟，题目可选择跳过，猜对题目数多的队伍获胜，几分。
来，两分钟计时开始。第一个字儿，第一个字儿，你是天。过吧，过吧，过吧。这是啥？哎呀妈！过吧。太难了。几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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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农民们，农民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戏呀，是戏。这个东西是什么？把它打开，然后人啊，对。哎呦，这都猜出来。然后这是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对。这是几？二。再换个词。两。对对对对，两。再换。月。好话都出来了。再下一个字。哎呀，我弄。你别我再引，一个一个来，我一个一个可以了。三个啊，三个字，三个字啊。啊，放风筝。啊，加油加油。这个是，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然后，哎呀，第三个字啊。三个字是娘。过，这怎么都是？啊，这个三个字啊，三个字啊。红月鹅。啊，对。你不用着急，不用着急。这个啊，这个是。三个字儿，然后那个，秦香莲，太低了，这是，还是秦香莲，不是秦雪梅。你想一想这个地方，然后顾长城，这人啊。孟姜女啊，对，哎呦，对，啊，这个是那个四个字，这个怎么比划呀？啊，第一个字啊，五四，第一个字三。这个怎么就能猜出是冯奎卖漆的呢？缝的吗？他缝的。就在家也不干活是吧？来，回去吧，回去。来，太棒了！一个字一个字。哎呦，几个？对了几个？来，我们江哥最答对了四道题，来，掌声恭喜他们。哦。接下来有请。旺旺战队登场。来吧，我们的工作人员，两分钟倒计时开始。仨字儿，舌太紧。哎呀，红月鹅呀。孙悟空，太难了，翻身杨八姐，你看那个佘太君呢？不是，佘太君能翻了身吗？这个东西老买不起，这东西买不起。
对对，仨字仨字仨字，对，就是那里边的人物。这都猜不着，这都猜不着。哇，穆桂英吗？哎呀！说话了，不行了。四个字儿，哦，四个字儿，四个字。这边是那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是什么？靠！四个字儿。哈哈哈哈这边，东张西望。四个字儿一个。南北河呀，梁祝下山，来的漂亮，四个字儿，五，梁祝下山，三，过，二，过过，一，哎呦我的妈，太难了，这也行啊，这个。一个就才对了，这样这一朵朵啥玩意儿？你看猜不着，这花花这是啥？花吗？看呢，这不四个字很花有啥？花啊！哎呦我天！就这智商，你还敢有勇气去猜呢？我要是你，我都不上了。来了，气球赢了。好了，在刚才旺旺战队的两名队员的努力之下，最终只答对一道题，目前汪汪战队又落后了，但是还有机会啊，我们是两轮啊，两轮的比分相加，猜对的数目相加才会最终成立。希望下一轮汪汪战队加油，然后也希望江哥战队这边能够，祝愿他们能够保持住胜绩啊！来，继续。来，我们两分钟倒计时开始。高山拜树林，树林拔树林。八个字啊、哦，他说的是八个字。高山拜石拔树，我高山拜石拔树念，漂亮。哎呦，这么长。他这专业声段我太一点都看不懂啊。十三个字。嗯。滑滑滑。哦。你那个戏。你那个戏。就是胡志新断案那个戏。不是，我忘了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下回我这么就是好像嗓子尖儿，直播拿回弯儿。对，直播拿回弯儿。拿回弯儿啊。还有。多年我都没了。不是，往前走，往前走。大水倒出山门来，过。对，往前走。唱鸭子那句啊，对，鸭子，吃酱杆儿，直播南回弯。对，直播南回弯。就好比鸭子吃酱杆儿。前面就好比鸭子吃酱杆儿，就那句。对了，对，吃酱杆儿，我直播南回弯。那个鸭吞酱杆儿，一二三四五，几个字儿？
十二个。十二个。嗯，哎呦我啊。啊？哎呀！看出来吗？猜不到。这过。快！一个一个字比划也行，一个一个字比划也行，快。猜不到就过。这个，宝哥经常唱。这是啥呀？那个比划呀，第一个字。那边。东。那边。西。啊，对。西。五四到底哪儿三二一斗地儿吧太难了、啊、我让宝哥我提醒你一下西京府离洛阳这个经常唱吗这句不上这个那就难怪猜不着了有请旺旺战队登场好了到目前为止如果说计算小分的话江哥战队是得到了6小分而旺旺战队的得分是1分所以说在这一环节如果说旺旺战队能够得到6分的话旺旺战队胜出准备好了没来计时开始李太太这猜不出来、啊，跟随太后回寒窑，不好猜了，太不好猜了，真难，太不好猜，太难了，这道题太难了。虽然表演的很好，就是表演的确实到位呀，你俩，你们俩确实，这要猜不出来，我跟你说，你们他们仨确实猜，这个智商真的是很着急呀、啊。来，你看，我给你比划，你别动，你就往那一坐就行，完我给你比划。儿知道您老的腰腿儿，对，说出来就对了，说出来就对了。防二妹儿，第一个字，你看我是谁？包公。张廷秀。对了，三个字对了。张廷秀。对，然后经常说话，深得一口。对了。咱先猜第一行啊，我看啊，第一个字是二，然后你是我朋友，然后就没有人拦，然后你现在不是我朋友，但你朋友你得去掉旁边了，要不我跟你二月，哎，对了。这个二月探妹不是对了二月里探妹啊龙啊抬头对了我领没有了继续最美去逛花楼漂亮这个形容我的了是吧对形容对第一行九个字啊第一行九个字就是这个过吧这个过吧你先告诉他啊！韩琦啥庙？前面两字对了。韩琦，你唱。韩琦，我自问就在庙里。啊对了，哎，韩琦啥庙？你看，旺哥，这不白咕噜啊！哎，李太后，李太后叫声中，瓦岗两走。还没有，还有。瓦岗把头摇啊！哎呀，漂亮！耶！过。快！过！这啥呀？这是良心不记得？不记得？哎呦！十个字啊！一新衣服穿旧了就算拉倒。对，新衣服穿旧了穿拉倒，就算拉倒。月娥，我手忙脚乱，我画儿错了，猜错了吗？江哥队已经灭火了，我感觉。没有，过。快！越来越默契了。人物。这个比个他过。棒棒棒。哎，这个人物还是啥呀？人物。这也是人物，他这个过。这是。这更完。过吧。
过。哎呀，别过了。我操！好了，我们不猜了，赢了。综合之前一轮的比分，江哥战队两轮一共得到了6分，而我们万哥所率领的旺旺战队两轮加起来得到了7分。恭喜这一轮旺旺战队获胜。嗨，来站起来，站起来。来，音乐收。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获胜方旺旺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戏文对对碰。戏文对对碰游戏规则，每队只派一名队员参与游戏，由助理演唱2人段唱段，队员以抢答方式回答出唱段中存在的错误，并演唱出正确的唱段。回答错误或答不上，则该队其他队员站在指定区域接受惩罚。答对题目数多的队伍获胜几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辛苦一下我们的两位助理，为他们出题。好，当然稍后答的对与否，还要由你们来做最终的评判，好吗？可以。好，第一个题，听题开始。可怜他命丧黄泉，无法搭救啊！可怜。问他乡红颜葬黄秋啊，可怜他呀，可怜他人间的美好一点都没享受啊，可怜他一步就把人生之路走到尽头啊。
情虽是帝王家，恨咋就没听透？咋就没听透啊？他唱的对。回答正确。他唱的对。江哥，咱得接受惩罚。不是，谁给那面绳搁刀给拉了？你说抢皮的这个人责任重大啊，宝哥，要求犯人。明天您将看到。